然后我在念书给他听，给陈焕听吗？陈焕说什么？陈焕说：“谢谢哥哥，我还不会看书，你谢谢你念书给我听。嗯”他不会看书啊，他太小啦，对不对？他看不懂，他看不懂，不会看，所以你念给他听，他就很开心。你为什么要把它放下去？人家捡不到哦，捡不到什么东西？那个绿色的。